吐槽粉丝说刘宪宁我好喜欢你，可以再给我签个名吗？可以啊。你会签上刘宪宁的名字吗？签上刘宪宁的名字，然后给刘宪宁打视频。那你叫刘宪宁反应会是什么？这干嘛？神经病啊！这样。We can do party. We can do party. Say we can do party. We can do party. 还有一个互动，就是我给你放一个音频，里面有几个人的笑声，然后你来猜分别是谁。我听听看。哎呀，乔玄，是不是毫不犹豫？你知道有人就说这些片段，只要他笑的地方都有你的身影，是吗？请看 VCR。